者，然后音乐创作者，那大家一起来台东感受台东的海的魅力，那透过在黑潮的漂流探索来采集他们的创作元素，那透过创作者的设计视角来带领大家认识台东。今年其实是第二次，那第一次是山的计划，是走嘉明湖，那也是透过邀请艺术家到山上，那透过跟人跟大自然之间的对话，跟亲身感受在大自然里面的一些启发身体的创作灵感。这一次其实就是漂流采集之后会有产出，会在我们设计中心的网站上面公开，那也会在11月份的时候在设计中心有一个黑潮的这个展览。那透过这样子就是把创作者跟这个利用台东的设计元素，然后将这样子的一个计划的成果跟大家分享。